Hello，全球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银河系特别节目《球与政治》，我是主持人南喜。那卡塔尔世界杯临近，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郝海东大哥和叶昭莹女士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见面，有请二位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好，南希好，这个塔科米好，还有我们的推流小熊好，全球的观众以及银河系农场的战友们，大家好。这个第一次到银河系来，哈哈哈，日本的战友们啊，感谢今天和大家一起这个分享这个球娱政治，主要主讲人我们家郝董。这个一块讲、啊、我这个因为是足球的事情，世界杯啊，每年都是球迷，在每次的世界杯都是球迷的节日，而且讲实话是足球运动员的盛大的 party， 但是被中共也就弄成了一个政治的所谓的工具了，都成了啊，他们所有的都是为了政绩，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别人是拿自己的爱好、喜好、热爱，是吧？去喜爱，去从事一个项目，我们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带着国家利益啊，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在这些干了这些本身不需要政治的、不需要行政手段的啊，只需要行业专业管理的去干的事情，都被中共操纵成了一种国家行为，是吧？这个政绩工程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Nancy 啊 ，Takumi 啊什么的，大家小熊啊，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让很多的国内的老百姓们能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对吧？这个我们菲菲干大事儿呢，然后我们节目也很久没做了哈，那些这个委内又开始高潮了，是吧？这个很长时间不骂骂他们，他们真的皮也痒痒了。我看得给他得骂骂这帮孙子。不是，这些就是共产党体制底下的，就是我们的国人们都已经彻底的沦为了奴才、韭菜、行尸走肉啊！他们就是可以，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经历，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们曾经。干过什么？他们就现在在这讲郝海东怎么样，叶昭莹怎么样啊？这些什么什么大便嘛，什么这个便那个便，我操，那个几号几号的，什么那些肾结石的，什么这个石那个石，就是这帮孙子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拿得出手的曾经的履历经历，曾经干过什么啊？在记录上、数据上没有啊？你他们干什么了呢？对吧？他们。连个派出所所长见了他们都在跪下跟人舔舔的人，他们就来评价评判一个曾经我们做过的事情啊，包括七哥的这些啊，十几岁啊，像我14岁就倒烟是吧？我都挣钱，17岁就回家利用这个探亲假都能卖衣服，那十几岁就开始能这个。去进了国少、国家、国青、国奥、国家队，对啊，18岁打的甲 A， 那他就是他们就敢说，哎，郝海东怎么样了？叶昭莹怎么样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可能这一段时间吧，就没有上节目，他们就说又开始这个意淫啊，说什么我们跟七哥怎么翻了脸了，完了分析这分析那。是啊，说我们又是没有饭吃了什么的，以他们所有共产党的这些教育里底下里面，他们只认一个钱字，他们认为我们俩是因为钱，所有东西啊，你看他们委内这帮孙子，就是所有出来的都是说啊，跟他们翻脸了，是因为被七哥骗了钱了啊，被这个骗了，被怎么了，就是没有钱了，骗他们全都是只有一个钱字。对他们来讲，没有说所有的正义啊、善良啊、公道啊，啊，人还有点追求啊，是吧？信仰啊，没有。对他们来讲，是钱让我们要不好，要不就翻脸，是一个这个概念啊。这帮孙子，这没办法，共产党体制里面就是这样啊。好的 ，Nancy。
是的，是的，非常的开心，好的，叶女侠，我其实今天节目开始之前也有那个给我留言说，就是这个伪类已经又高潮了，然后刚好你们就是刚才提到这儿了，就是我觉得这期节目也就是可以狠狠地打他们脸了，就证明好等叶女侠还是一如既往的是我们爆料革命最终最让我们崇敬的这样的英雄们。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好等叶女侠如果是为了钱，根本就没有必要站出来的，冒着身家性命来支持爆料革命，对，绝对是这我帮们的。孙子没告诉你，那你就是共产党体制底下的这帮孙子从小的教育，因为他的爹娘就这么教育他们，是吧？他们教育他们的儿女也一样，他们从来不会给他们的孩子，包括他们的爹娘给他们里面的教育里面，没有任何的善良、公道啊、正义啊，什么没有啊？加入黑就行了，你能骗着钱？他们所有的都是骗啊！你别以为他们的，他们所有的里面都是骗，他们真正的拿自己的本事，他们挣不到钱，所以他们只有欺骗。你说共产党生产什么？他生产不了什么。他们打着一种旗号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对吧？把人家的这个田给抢过来给分了，对吧？他们这个干这个的，你叫他们自己去，你说他们干过什么呀？这些伪类吧，你看看他们有过什么？是吧？自己有过什么成绩？从工作是吧？他们的人生，他们去做的这些事情，发明过什么？是吧？担当过什么职务？自己能有过什么收入？啊，这干什么了呢？他们就是给共产党是吧？舔屁股，对吧？跪下当奴才的，就太监。你瞧他们一个一个讲话是吧？大舌头的，男不男女不女，他妈讲话都不利索，啊，在这胡说八道，再开个频道，对吧？那个 Takumi 说两句呗，你把你都说完了。没有没有那个，哎呦，听得很精彩。那个东哥，说句老实话，我上次见您可是在27、8年前的时候了。那不过那时候咱俩离得挺远，你在赛场上，我在看台上面。那个，你是哪里我人？是西安人，哦，陕西，陕西人，陕那西，是陕西陕西人，人。好的很。聊啥嘞？你在西安，就是八一队，因为有一年的对，主场对，是在西安，是的，对吧？就是可能那就场，是就在就是那，那年我，就是那那年。年我在那时候我是上学呢，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你们踢球。哎呀，这个这么多年了，我真的没想到今天还有机会，这个能跟东哥、莹姐一起做节目。不敢想，我得回去看我们家祖坟有没有冒烟啊。说句老实话，笑。但这不那帮是不孙子，至于，就是足球也一样，体育也一样。它是一个沟通、尊重、一个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不是你所谓的弄成政绩工程啊。那共产党里面，他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对为了对，得个冠军，为了分套房子，为了得奖金，对吧？他们所有的教育、文化、体育都是这个，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们这在这里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看，包括陕西的观众很好，球迷对吧？啊，求很是。热情啊，球市啊，对吧？他们，但是你就有这么样的好的这种群众基础，一样被搞坏了，输了那肯定他就骂嘛，砸东西嘛，是吧？大家不平嘛，心的怒火就借助一些群体事件来发泄，那。不是我们的人种不行，不是我们的民族不行，是这个共产党，包括这种帝王统治底下几千年来，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是很可悲的。所以灭共是这么样的一个正义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说只是为了钱，对吧？所有所谓为了钱，这帮孙子，你说伪类呗，说我们没钱了，没这个，没的，你说这帮孙子他妈的，你说你挣了点钱，你妈的我们。好一个20多年前，对吧？这我十几岁就开始倒，我当时14岁倒烟，你想想，那时候还挣1万块钱，5000块钱啊，借我姑姑的钱，对吧？那1万块钱最后挣回来5000，对吧？就一趟广州，你想想84年，对吧？你想你们这帮孙子在干嘛呢？这帮伪类们，我就问问你们，你们干嘛呢？对吧？我9几年我装修一套房子，97年。那70万，我就问问你，
你们这帮孙子到底见没见过你什么叫钱，你们跟我们谈什么钱，你说什么扯淡，对吧，你们都讨饭吃，我他卖老婆的人，那自己在那儿都没啥收入是吧，都创造不了财富的人，你说你说我们拿钱来衡量，你们有病，这些人。但是没办法，共产党体制里面完了，很多人还信，还去看他们，是吧，就像这些伪类们的都一样啊，他们还在我面前提他们什么徐明、薄熙来什么这，你说这帮孙子，你们我们天天跟他们在一块啊，你这帮孙子，你说他们哪来的勇气，我就很佩服他们，他们怎么来的这种自信啊，他们来，你见过他们吗，对吧，你们这帮孙子见过他们吗，跟他们一块坐过吃过，对吧，在一块生活过吗，你们都没有，你们来讲我们，对吧，曾经就像我就说，你们谁去过世界杯，你们谁在几万人的球场里踢过球，你们有过吗，你们敢面对几千人上万人去发言吗，去演讲吗，啊，你们多大了，这是我二三十年前干的事儿，还甭说现在了，你们这帮孙子怎么就有脸有自信来去谈论我们的曾经和现在呢，对吧，这很好的逻辑嘛，你说他们都干什么了，都干过什么，他们拿这些东西来拿钱，还讲认识谁，还讲什么当官的，你说你们这帮孙子真是个屁，我都说一个派出所所长吓得你们满地跑都，对吧，你是不是，但是他们就敢啊，在那舔着脸啊，在那说这个那，你们听得懂英语吗，啊，讲好人德说什么啊，你们这帮孙子靠谷歌就跟陆大脑片一样，你们这些伪类们，对吧，你们听得懂吗，几个单词，你还跟我这还我的儿子女儿的他们英语西班牙语恨不得都成他母语了，对吧，你还说我儿子我女儿他们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专业自己考进去录取的，你们这帮孙子有还舔着脸讲我们，我的真的有病，这些真的很可笑，我告诉你，那些你就看见他们的时候，你就感觉真的在共产党体制里面，你说这帮人你说多可怜可悲也可恨，是吧，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你就像刚才说你说陕西啊西安这帮是，那我们在那儿这么好的这些球市，包括那些这个球迷是吧，我去当时我99年竞赛，我去陕西去西安签名卖红酒，当时万达干红，王健林弄了一批酒来，本来是要这个勾兑勾兑装瓶子送礼的，结果都弄不出去卖不出去了，没办法成立一万达酒业，他来卖红酒啊，这个冯雷开始他从香港请了，我花钱也得请一香港人来做万达干红的老总，对吧，我去西安都哇，大太阳底下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啊，签名在那，你不买酒他就不给你签，类似这个商家搞的活动，你想我在那两个多小时在太阳底下就这么签，每人都要买了一瓶两瓶，你看光那一天，对吧，光那卖出去多少酒，是吧，你说，而且我也当时都被禁赛了啊，我在万达已经给我禁赛，我不可以踢球，不可以，我一样可以出来去干这个，完了他还得给我钱，对吧，你们这帮孙子有还有跟我有脸讲，是吧，没有，那些伪类就一看你的节目，你上面你说这人给你钱的人家就觉得你就是认钱他确实他们在给我钱没办法，他们不给我钱他们请不动我，那怎么办，当时他就得给我钱，是吧，他们的这个理解力就是觉得就是怎么可能，就像我像上央视春晚我还问要钱啊，对呀，对吧，他们无法理解，心里话好的时候你把尽兴吹牛逼，对吧，我要叫我上春晚要叫我上央视我他妈给人钱，他们是这个概念，就像你采访我你得给我钱，对吧，我就告诉你体坛周报得给我钱，微博得给我钱，对吧，这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儿，是吧，你们想一想几十万几十万的给啊，而且我也不需要干什么，讲白了有时候我都
不是我写的，讲实话，是吧？我弄个我直播，我就在这儿，就像这样，我讲啊，给400万，是吧？你说你们这些孙子，你说我们是为了钱，他妈的有病，对吧？我不需要什么，我在国内我随便，是吧？我们共产党没危害我，小叶，我们有钱有房子有产业有无形资产有基地有这个学校什么都有，对吧？我们不需要像你们这帮孙子要去给共产党舔屁眼，我们不需要给他跪下，他们都跟我们好着呢，对吧？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上层的，对吧？你说为什么？而且有一些根本不是你看见的上层，对啊。你说徐才厚，我就告诉你，那已经算在中国那多少人在巴结他，他算个屁，他不就是一个眼前的人家这个共产党的前面的白手套吗？他都算是，你们这帮孙子还，你见了他是不是得你跪下，你爹你娘你奶奶爷爷都跪下，是吧？你他算个屁。他跟他秘书康小辉说我都没想到我能当这官啊，军委副主席，管政工管人事，是吧？这康小辉跟我讲，亲口跟我说，对啊，你们这帮孙子，你说你跟我在这讲这些什么浩跃东这个那个，你讲得着吗？我那么讲每一个人每一个事儿每一个东西，他妈的你有过吗？你们这帮孙子啊，还讲跟我讲徐明薄熙来吧，有病，对吧？东哥，我猜这帮人是没看过你比赛的，我猜他们绝对没看过你比赛。我记得我看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不是，而且他们不知道我在社会上的这种。有多少人是吧去来，因为假 A 的烙印在那儿，你这没办法，是吧？它是一个体育职业化从足球开始的，你又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你抹不掉的。所以当时谁都愿意和我们交往，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跟这些什么演电影的商人这帮傻子都不明白，徐明他肯定见不到薄熙来，你去敲门怎么见他？薄熙来能见你一个商人吗？你们这帮孙子都不明白，是他认识他老婆，他知道，他还温家宝老婆呢，他还说给1亿呢。对啊，有个弹用，他能见着温家宝吗？郝海东可以，因为他不，我敲门进去是代表城市，代表的是一个他们行业里的这个东西，他不需要回避，不需要，他能见徐明拿什么理由去见？帮孙子懂不懂？我敲门进八一大楼。就跟徐才厚可以40-50分钟谈话，你怎么去见他？你们他每天7个人，上午3个，下午4个，就完了，对吧？大军区副以上的见几个都有秘书排呀、啊，他们这些人见东西都得有记录的。你们这帮孙子还懂个屁？你随便见，他能见你，他能随便？能随便吗？他的。办公的地方他能见这些做生意的吗？你们这帮傻子他妈的都不懂，是吧？这帮孙子他妈屁都不知道，你还跟我讲，对吧？你在陕西在西安那些大官那些所谓的有的就是武警总队的那个张玲，对吧？那总队长了，那在陕西牛逼吧，对吧？那武警那个横汤是吧？你这帮孙子能随便见吗？嗯，那你去弄弄他，啊，去见见他。那我们在那儿这无所谓，是吧？你什么交通管什么这那啥的，你都没问题。本身我还是军人，你别忘了，对吧？我曾经在八一队，我还是军人。就像你，南希可能下面要讲到，包括足球的事儿，包括现在。虽然世界杯了，那像足球这个，包括李铁好像又被带走了，是，对，是的，最新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李铁被带走了。对啊，就像这，南希，我就跟你们讲讲，就是中共的体制的恶，以及它的体制里面为什么都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一个的事情啊？我跟你们。要讲你们这些孙子伪类也都听着，就是你来看一看啊，中国的多么共产党体制里面有多么的这种
黑暗。这都国家队的高洪波，现在都中国足协副主席了啊，还主抓什么青训啊、青少年，这种人都高洪波三次公安部找他谈话，在海口，是吧？就是第一次的扫毒打黑。那他最早开始，他的领队叫尤可为，对吧？都被六个月抓进去。那是从小跟他在一块踢，完了最后他当主教练在厦门啊，当时就是赖昌星的那个，后来赖昌星走了叫厦门远华，后来就什么厦门海狮什么什么红狮的这个，他当主教练，那个人尤可为就是他领队，那么他的领队都被抓进去六个月，他三次在海口被调查，是行贿也好啊，踢了假球也好啊，这个都是公安部有记录啊，对吧？这都是高洪波，是吧？那当时啊，你这都是这种没有任何世界上一个主教练在长春亚泰得了中超冠军啊，他是带的时候第二年不续约了，给他走了。你全世界有没有我带了中超带了什么意甲带了英超的这冠军队的主教练第二年不续约有吗？全世界没有吧，不可能的事儿，那些，对吧？你们想想，这是高洪波啊，就是中国足协现任的副主席，国家队的主教练，曾经当过啊，真的。贾秀全，对吧？也是什么中国女足的主教练，什么国家队国少国青冠，天天在那儿啊，一个这个，在公安部里面调查六个月，啊，不是陈招娣，当时他是第二次。入伍，这个孙子有点办法啊！你说就中共的体制，他已经跟我一样都离退伍了，是吧？哎，他最后通过关系，通过那个他，因为他在外面知道他混不下去啊，对吧？他在市场上，他包括在陕西国力啊，这个把踢假球啊，他弄了跟王博他们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他都很臭啊，很这个很麻烦的。哎，他知道他很危险。哎，他通过运作不知道找了谁，这是都又重新入伍回了八一队的编制，啊，完了那时候被逮进去六个月，问那个的时候，哎，八一队就通过他就是通过外面人找到了当时还活着的陈招娣，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部长了，那是少将啊，现役，这个当时还是没去世的时候，还是我们总政文化部的部长。那么他把贾秀全给绑出来，因为他是军人，那么他可以从里面捞出来说，这个我们要审，我们都在军事法庭。那他以这个名义把他给弄出来，这都是啊，这你看贾秀全、高洪波、贾秀全，像李霄鹏这些都是很小的，这个也是女足当过国家队教练吗？什么？那当时那个宋南勇的表五万多块钱行贿啊，什么都有啊，这是公安部上面有记录的，这。这帮孙子，你想想，共产党李铁，这又开始了吧，是吧？他去所谓的打假球啊、行贿啊，反正什么事情不知道啊，他都陆陆续续也都会曝光出来，是吧？被带走。你像政治这个，都是也是，给什么魏少辉啊钱啊，什么这些包啊，什么都有。这李小鹏给男友，对吧？表啊什么的，几万块钱的都有记录。你想想，就像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打假球、行贿什么这些，对，哎，他都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啊，国字号的啊，足协的领导。你想想，中国能好吗？中国老说中国足球不好，你们中国哪个好了？你不去行贿，不去干这些事情，你能当了吗？他都是一些政治斗争，一些这个帮派的利益，最后的纠葛，弄出点替罪羊来，啊，从高洪波、贾秀全、李铁什么李霄鹏，他们都会，因为这里面足协里面就有很多的帮派，是吧？都他们也是不送礼就上不去，他们但是呢，他们这些只要有污点的人都会在足协里，你看。抓进去这么多了，南勇、夏龙、魏少辉、李东升、什么陆俊，什么裁判也是足协管啊。你看，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断断
源源不断的、连绵不绝的用这些人。为什么？因为整个根儿上足协里面就是这样，你不去行贿，不去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你进不去，他不会让你当这些教练啊、领导啊什么的，对吧？再说一遍，我郝海东没有需要，我没受过任何的欠薪，没有，对吧？他们敢不给我钱吗？我一个合同没有，我他们没欠过我一分钱。足协我张口就骂他们，对啊，什么这些主席啊，什么副主席啊，什么这些那个，我就可以公然的在媒体上说足协的不专业，足协胡来，足协身体素质不好，包括体育总局，是吧？这都有据可查，你们可以看到网上，这是十几二十年前我就这么干，但是我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他们没欠过我薪，没怎么着，只是他们进了赛，我利用我打架什么的，一进赛半年，一进赛一年啊，他们就拿这个东西来伤害到我，其他的东西我没有，利益上我没受到什么损害，对吧？我不需要来去骂他们，因为我但凡跟他们勾兑勾兑，我都会比他们这些人做的官大，做的时间长，而且会更高的位置上，对吧？因为我二十几岁什么就区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什么青年让我进什么这那的，我太多的这种机会了，对吧？足协主席，你见一见这些当官的，你试试，对吧？我郝海东不需要像委内们这帮孙子说的，是吧？去到为了钱来去灭共，我有病啊！我们不用也一样，对吧？可能得的还更多呢，对吧？是的，是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里面，这些人都是牺牲品，因为共产党都是拿运动式来最后治理国家和来去弄这些老百姓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里面的牺牲品，从高洪波、贾秀全、李铁、李霄鹏，他们都是一样啊。你们要知道，共产党这些所谓的，他们都是运动式的。这次李铁又是一波，对吧？继上一波以后又是一波。对啊，你看到底是哪局总局是查他呢，还是说这个什么那个纪委、中纪委啊什么的，那些就不知道，都很难说，对吧？对啊，这就是一个，你看谁都能查你。高志丹这个新的总局领导一上来，他肯定要找弄点事，弄点事儿，他要有他自己的政绩，对吧？而且他也要安排人，对啊，往足协怎么安排人？那都是肥缺，是吧？他就通过反腐、扫黑、扫毒、打黑不就完了吗？中共的一贯的那个，从什么 A B 团是吧？延安整风，对吧？什么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开始，对吧？严打，哎，你看都是运动式的，他没有一个法律法规政策延续性，不可能。他们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政治斗争，对吧？就是运动式治理，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哪有？就像这次，为什么李铁这事儿一出一来，对啊，就是体育总局局长又换了，就这么简单。你不相信吗？你看吧，就一波，他每在更迭当中，啊，改朝换代当中就是人头落地，但是在中共的体制底下。这些人，他都保有所有，都感觉自己不是那个，觉得自己都不是那块肉，都以为自己是那个刀片。哎，其实你们都是球。哎，那你刚好我就有个问题了，就是当年九二年以后虎口山会议，结果后来搞了个什么东西呢？十二分钟跑。这个是不是也是当时王专富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杀人立威啊？因为我知道像您啊，还有那高洪波，还有后来一大批人，什么冯志刚啊，还有延边的李红军都没跑过去，一大批人在十二分钟跑。你像你那时候在海埂训练，头一个月是没法拿球了吧？就天天大家跑圈嘛。那贾秀全是累，我听说是有一次测试，你好像没跑过去，差几米，贾秀全把你拉了一把，拉过去，有没有这事儿？对，就是你说的，就是九三年红山口会议。对。就是他们所谓的足球要市场化、职业化俱乐部，对啊，其实就是他们一下子感觉是因为足球，他们感觉拿金牌太难了，又是个集体项目，对吧？你奥运会拿一块金牌，他妈这么多人也是一块，
他们心里话，奥运战略就足球就推向市场，反正成绩也差，他们的啊对对对，对啊，就让他上市场上去吧，哎，不管了，哎，他们自生自灭了，哎，没想到，对吧？一有了主客场，一有了这个，大家都这个市场行为哎那么好，这帮孙子开始了，利益那么大，对了，从按捺不住了是不是？商业比赛你也知道，这都是曾维啊最早做的，所以你这个这些。老百姓这韭菜们真的孙子他们没人能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十二分跑、一个是他们要弄一点、教练他们也要老是足协、足协他弄点政绩嘛，所以你看我们也苦练了对、都是扯淡，他们为了也弄点钱 对吧，然后你这些不听话就像他那种不听话 的 你知道你跑不过，最好要是利用这个人杀杀你们的威风，对啊，其实他没想到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没屁用，我能进球，对吧？我能在队里有用，队里都会给我作弊，对吧？队里就会给他们这些裁判钱，让我们过。而且我都告诉你，你们，我跑十二分过，我可以大早上也起来，他们又补测，你知道吗？那个天都黑着呢，你都看不见，就拉出去补测去了，对吧？你愿意哪时候吹哨哪时候吹哨，愿意说多少米多少米，走个程序呗，就是。我告诉你，我有一次在香河，我们国家队在那儿，也是我的身体素质测验，没过就补测。补测呢，你想一想，他得有裁判，裁判是谁来？都是这些北体大的那些老师啊，所谓的。那足协就让他们这些人早上5点多钟就从北体大那边，你想一想。啊，在红山口比我们那也还远，到香河了，滴溜的录音机摆在那儿，完了，一摁，他们在那讲，啊，开始什么什么什么测验，这干嘛？帮一摁，嘟嘟，完了，我就跟那裁判在聊天，裁判聊完天，啊，这是啊，好，帮一摁，好，过了，完了，一弄，你就过了，这就是共产党，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国度里面。所有的你们看见的一切全都是假的，你们信了吧？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身体素质测验，他立威什么，这都是扯淡。他们唯一的就想搞钱搞人，就这么简单。跟他们什么这个行业的规律啊，什么治理的这些科学呀、什么法律法规啊，为了这个行业，为了这项运动啊，这个项目更好啊，提高什么运动成绩、身体素质，都是扯淡，因为。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举重、体操，它不一样。它跟你所谓的身体素质，跟他妈他说的十二分钟跑、折返跑、悠悠，它没屁毛关系。你们懂吗？但是共产党说它有关系。你们为什么输了？你们跑不动，你们练不动，你们练在那儿，你们临门一脚不行，体能不行，身体不行。他告诉你是这，跟这没。半毛钱关系，是你的体系，是你的竞赛制度，是你所有的基础，你没有这个，没有公平，这些东西弄虚作假都太正常了，在中共啥不了，连年龄都是假的，除了妈是真的，他妈的爹都是假的，对吧？他们改年龄，我告诉你们，中国，你以为中国足球改年龄，中国篮球改吧，中国体操改不改，只是足球篮球从大改小，体操是从小改大，因为不让他们去，有个14岁的好像考奥运会，说你14岁以下不能比赛，这帮孙子就改成大的，那么6、7岁他开始练啊，14、15岁他赶快得上去比赛，再不比他就好退役了，所谓的女孩子发育了长胖了就是说又不行了啊，所以这帮孙子就把小孩哎改大2岁。足球、篮球、什么排球，这些是从大了。你像易建联这个，对吧？你改个2、3岁，有改4岁的，我告诉你，都哎，在我们这还有羽毛球也要改。你听听，就他们都全都改，只是改少点1岁。你像现在那个那个混双的，中国的那个混双，那个叫什么名？郑思维，他就改了2岁。你听听，你说这帮孙子哎。你这帮伪类也好，你去找一下这些人，你说郝海东、叶兆颖这帮孙子就胡说八道啊，说你苏茂贞改2岁啊，范志毅改1岁啊，什么这些、这个邓乐军改4岁 啊, 啊来了来了，
你啊，对对，来了。你跟他们说说，邓乐俊改四岁，我操！你说这咋的？我说，哎，你们这帮孙子有点过分啊，是吧？我说你改一岁半岁就得了。你想一想，范志毅、黎明、徐宏、江青他们改了一岁，他是从68改到69，我是70年跟他们一块踢，是吧？这帮孙子就是当时还改一岁才。但是呢，大家不认为这是错啊。你就像我说，为什么他们要改出来？就像马克坚他们说，海东啊，这大家都改，不就等于没改吗？是吧？你说这叫什么话？这都是哎，我他足球的谬论。那个东哥，我还听说过改的大的，一个是李华军，一个是谢玉新，据说都是改了40岁。啊，对对对对，三四岁，那因为85年世少赛的时候，不是你原来说过涂胜桥把你给代替了吗？那小子改了多少？两三，你哎，对，你说八几年的世少，八五年的世少杯的时候，对，八五年，你想想啊，八五年当时就是应该16岁嘛，少年比赛对吧？对，16岁，16岁以下，就是如果我踢不到16岁，我才15嘛。对吧？那他们呢？就是68年往下改，我们的上清，那我从小在八一队，他是68年2月份的，啊、对对对，那么他可能改个1岁2岁嘛。那涂胜桥他们都是2、3岁，谢玉新4岁，确实差不多。谢玉新应该66年，到65年嘛，66年，对吧？改了3、4岁，他们都是这样，啊，简直是。那高峰文当时第一次就是带的这个科大杯，对对对，是的。完了，当88年我跟他们。国家队八一队啊，当时在太原打了一场练习比赛。当时88年，我已经上81队了。我们在那儿太原跟国家队踢一场，所谓的邀请赛，就商业比赛给钱啊。我们去踢，我们81队1-2输给国家队了啊。当时我就进了一个啊，最后还有10分钟不到了，国家队进了我们2个啊。就像我们都是18、19岁的孩子嘛，当时在已经上81队了，当时。国家队那些人都没回来，包括贾秀全啊、朱波他们都在对面踢啊。那当然，可能贾秀全没，没出国了什么。就是国家队那些，他在日本，麦超啊，这些，啊、对对对，全都是主力。那么赢了我们8-2，啊，断局啊什么的。我刘海光是。那么高峰文下来以后，哇，这往外走的时候，当时还土场地，哇，有的观众都那个弄在墙上看什么的。当我们都退场以后往外走，哎，高峰文看见我，哎呦。海东，是你呀、啊！你还进了个球啊！是你进的呀！哎呦，你都，哎呀，当时国少啊，都没选你啊，有点没想你长这么大啊！我心里话，你选我个屁！他们都改了2、3岁了，我如果就是按69年的来去选，我没问题，我肯定进国家少年队。就全中国，如果按正常年龄选，我就是比他们小1-2岁。我都可以入选，因为我当时15岁，在八一队、八一少年队，我们都一批的嘛，就像上清一样，他只是比我大2岁，对吧？他能踢主力，我可以踢替补了，因为我跟他天天从小80年就开始训练，对吧？4、5年以后，我已经跟这些人差不多了，只是我身体没长起来，别人更大一些，那样。但是就中国共产党这帮孙子体制底下，什么项目、什么行业都弄虚作假。对，只不过以前再有一个问题，那个赵文姐，请讲，不好意思，我等会问。他高明，你先讲。不是，只是说有的成绩好给掩盖了，不说了。所谓成绩不好，就拿你出来试试重，就跟扫毒打黑一样，你哪根线没好，拿你出来试问，对吧？没跟好，你看跟着薄熙来的周永康的斩了，是吧？你跟着这边的这个习近平的可能好。啊，跟着栗战书的，所谓的跟着这个别的就没趟这根线儿的，对吧？没有威胁到他，对，当皇帝的，那你就算你烧高香了。但是等着你又是一种威胁的时候，当他的政权需要你殉葬的时候，你管你是谁，对吧？你说那个健力宝。健力宝当时全国选队员搞了多大的声势，哇，天下五湖四海招过来全队，你八一队也有很多的，黄勇什么的，王磊、黄勇，我记得他们有一批都是八一队的，李铁都改了，张孝瑞，李铁全改了，应该改了，李铁改年龄应该改了2岁吧，最少2岁，对，我也听这么说的。对，孙继海就是为什么没去，因为孙继海大了1岁、啊、他没改，
健力宝是我不知道他们是选什么刘志才和那裴恩才嘛，这还是刘我不知道的。对，我就说这那是八一队的教练，刘志才是去了健力宝了，李辉是吧？其实这里面真正管事的足协的就叫金正民，是一个朝鲜族，他来挑选队员啊什么的这些，啊，最后带他们去巴西的就是李辉啊、刘志才啊什么，李辉和刘志才什么的都打起来啊，两个教练，因为为了一个女老师，我靠，你想想。这些教练去到那儿，我靠，人生地不熟，大小伙子嘛，离家老婆也不在，什么你怎么办？我操！结果他们找了一个女老师，我就还给这些孩子这个上文化课，对，嘿，可能长得还行什么的。这两个人，我靠，都看上了，我打起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体制，哎，你说多可笑啊！不是你问问李辉、刘志才的他们，你问问健力宝这些人。对吧？他们都当笑话说，对吧？我靠，你这为了个女老师，那都打起来了。李辉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李辉，因为他是中国很早以前就去德国踢球的选手，他是在拜尔尤斯，古广明是在达姆斯特，他属于中国球员里边，我觉得相当不错的一个人了，就是水平还是挺高的。哎，就这人品啊！这不是叫人不人品，这就叫人性。这个男女都一样，对吧？这就是人性。啊，他们这些人就共产党体制里面就是这样，没办法，你谁都一样，也别说自己多伟大，对吧？你都一样，你在这种体制里面你也这么干，因为你没有别的办法，没有选择，对的，对吧？你有什么办法？你不去送礼行吗？对吧？你最后了，人家都当官了，人家都挣钱了，你旁边父母亲得说你吧，亲戚朋友得说你吧，老婆孩子也得埋怨你没本事吧，你怎么办？对吧？你想想，就像高洪波、李铁，什么这些，李小黄、贾秀全他们这些人，所有的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事儿？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但凡有点别的办法的话，他们可能有的人也不喜欢去到那儿跟领导跪下去送礼，对吧？你像我，我怎么拿着滴溜着钱或者滴溜着点心，所谓的罐头，去到这些领导家里面，这不扯淡吗？我都感觉。这个人没法有这种面子、尊严、脸，你不要脸了呗，对吧？你去到那儿，你只能不要脸了，你还能怎么办？问题是那些孙子你又看不上他，你这帮孙子踢的不比你好，这个逻辑不比你强，什么也不比你怎么着多宽肉。你说我为什么要去给什么徐根宝、金志扬、什么南勇、夏龙去送礼呢？我为什么呢？我扯淡吗？对吧？你是什么呀你？对吧？我怎么就要去看看你？你这帮孙子讲话对我们整个行业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你不像陈志达、陈指导，人家是真正的，是吧？为了队员能有未来的发展，去告诉你很小，啊，就告诉你自控力、控制力。你说是八几年，谁会讲这些东西？跟一个孩子，是吧？那这就是差距、差别，啊，极少数这样的人，但是没用，他在足协，是吧？老早就不是什么。正式的能去有影响力的人的决策权的人，所以在中共的这里面，一切都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就是越来越差。你们以为现在中国足球差，我告诉你还会更差。只要共产党执政一天，马上你连越南就踢不过，已经踢不过了，已经踢不过，已经输了，马上就要输。对，你说这3-0。对，你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好几年前就已经说过这个。我十几年前说，我说你们马上输越南，因为我看到越南的整个国家的发展，别人已经民主化，对啊，人家还能慢慢的要有选票了，对吧？以足球非常非常职业了，慢慢的，是吧？已经梯队开始一层一层的，是吧？行业的这种体系已经建起来了。这个就是最根本，但是在中共里面不可能让你建立体系，他让你建了体系了，你们都凭自己有本事了，都自己行业管理了，那共产党还怎么收你的钱？还收啥保护？我们的足球司管理处怎么办？对吧？他们所谓的，哦，我对啊，我的什么，你们要去那个社会主义是要死人的啊，对吧？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拿自己的命得来的，你们想去干这事收保护费，你们也得拿命出来，
对啊，他是这么个逻辑，你想想他能有好吗？对啊，是我看战友留言，有的说不仅年龄改，性别都有改的，然后还有啊，那是田径，对，那是以前田径比赛的时候，然后说那个下边下身下体一块表现的非常明显，然后说没有胸部，说这怎么是女子呢？照片都有吗？哎呀，这个东西确实就是说改性别这个更叫我们确实就是三观都震碎了，真的更无法理解的，就是真的没法再理解。你说他用男的去打女的比赛，你说这是什么概念？他怎么能蒙混过关？而且这些人他怎么就有脸去啊？只是我讲过，如果不是张成在松江的时候跟我讲说，郝总，这个我去代表是吧？特殊人才就是特奥会嘛，就是那种、啊、就是这种盲人足球完了去，不是盲人，不是盲人，是特奥会、啊，就是特殊人，就是特别的，就是这种、啊、智障啊啊，他就去得了冠军。他说我现在唯一有的一个奖牌一个包什么的，就是那个特奥会冠军，全世界。你说共产党这帮孙子有多操蛋？他把一个正常人，他那我说那你去没人管吗？他说不，怎么能证明你是特奥？他说他们都交给我。他说你就这样，去，完了，告诉这是急，你告诉我就这么样，就过了，就是说你是就是特奥会特殊人啊，你的智力不行什么的，你就可以代表打比赛了。他说我们也不场场上。也不打全场，他说我们两个人就最后剩一分多钟，什么有时候就上去帮我进一个就行了，对吧？因为那些人你想想球都踢不着，对吧？你看他怎么往门里踢呀、啊？他捅一个小时也捅不中一次门啊，还甭说打角度了，对吧？那还有守门员，还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个人堵在门上。讲白了，你说有俩这样的人，有一个人给他传一下，有他就直接往那一捅，完了进一个。最后对吧，进俩就赢了，那中国就得了特奥会的冠军足球啊！你看一看啊，有一年那个张成就上回那个不是那个报道有战友都贴出来过吗？啊，对对对，就是他还能去说他代表的有他的照片什么完了，你说还就是他，我的他是一个知道他踢了中顶中中乙中超完了中超冠军，我告诉你啊。他是代表苏宁，江苏苏宁得了中超冠军的队员，那可是他去参加特奥会，应该是在去中超中间这之前嘛？啊，对呀、啊，就是在去松江之前。这个咱们的这个医疗水平多牛逼，把一个智障的特奥会给治成了中超冠军了，这多励志，对吧？你们这帮孙子，这帮伪类们，你们就好好去宣传，对吧？你说中共这医疗水平，这世界最领先，对、啊，是吧？什么诺贝尔、奥斯卡没戏啊？你看看这多牛逼，对吧？把一个智障的人士，我得了特奥会冠军的一个人，活活治成了中超冠军。你想想中国这个啊，共产党多伟大，对吧？没有共产党，没有如来佛。听了毛泽东这个毛主席语录，哑巴都会说话了。对吧？这次你看看共产党多牛逼，对吧？相信了共产党，他妈智障得中超得冠军，哎，你看看这牛逼，对吧？你们这帮孙子就去宣传者，对吧？对呀、啊，这真的都是笑话，对吧？不是笑话，这是真的吗？真的，应该好好奇迹，好好一些人、啊、人类奇迹，我的、啊、什么几大发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长城，人类七大奇迹，不可能什么金字塔，没戏啊，这是最大的奇迹。哎，只有中共想到的，奇迹啊！我又想起个奇迹了，职业联赛开出，我们经常有一大帮那个外国球队来搞友谊赛，后来我们就创造奇迹，叫工体不败，你还记得吗？对，有这些，因为我以前听您说过，这工体的比赛都是曾维那些人搞来的很多那个这个国外的强队，后来不是弗拉门戈的斯科拉里给急了嘛？斯科拉里说你们那么搞的，你们永远那进不了世界杯，你们永远踢不出好。把卡佩罗也给搞急了，卡佩罗说这我是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裁判法，不是这里边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吗？工体不败啊，对他最后就成了一种。真正的就是商业化炒作，他为了这种商业利益嘛。那最后裁判，你想想，
一个国际上的比赛，再怎么那都是全世界最好的俱乐部、最高水平的运动员、教练员来到这儿，而且在外国人眼里，比赛就是比赛，有没有偏袒有，但是呢，所有的比赛别人都很重视，这里面没有什么友谊赛什么这那的，比赛就是比赛，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啊！你们知道，这个当米卢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当时他是来看我们在广州的四国邀请赛，当时我是刚罚了一年以后，刚这个2000年初，我刚被解禁，是吧？我代表国家队就打了四国邀请赛，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当时给了我队长什么，我就当时跟对，他就来去看这个，他马上要上任，这是亚洲杯之前，去越南之前，那时候还赢越南呢，我们的小组随便赢越南什么的，我们小组出现这个，那么呢四国邀请赛我们就得了冠军啊。我这个你想想，这种比赛对于我们来讲没什么了，我就进去奖拿个奖杯什么就回来了，是吧？哇，米卢就不干，是吧？哦，动啊，好，你大家过来，要庆祝啊，要那个，就是对于外国人来讲是一个比赛，而且你能得冠军，那就最好的荣誉，你一定是庆祝，一定大家一块儿，一定是团队的力量啊，去有一种仪式感。中国人没有的，对于我们这没用啊，对中国人来讲没用啊，你这四国比赛你得了冠军有啥用？我进乌拉圭一个有啥用？那都是国际 A 级比赛了，对吧？没用，对中国人来讲你屁。你世界杯不出现，奥运会不进去，你他妈得踢的再多再好，得了再多冠军没屁用。人家觉得你不是一个正规比赛，哎，对他们邀请，哎，所谓的，是吧？但是在外国人不是，尤其像工体这样，后来越来越多的外国队来了，而且他们被中国队给赢了，他们感觉也老外都是想，哎呦，你们哎踢的挺好，而且当时你想想。文化交流没那么多的时候，在国外的职业联赛当中，你不可能有中国人嘛，他们不相信，对吧？中国人能踢得好的足球啊什么的，那么他们就来了，哇，还不错，有对抗，有人，而且他们也输嘛，最早的桑普多利亚输给我，啊，对，是吧？当时就是古利特啊，桑，就是西蒙尼什么这些，这个都来了，所有的这些人，隆巴多，所有的这曼奇尼，他们都在，是吧？增加啊什么的。对吧，我们都一样破他的门，我一样进他的球，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变味了，就是裁判的哨已经乱了套，就是他不管明目张胆的来去吹黑哨。你像桑普多利亚第一年输了，他第二年还要来，哎，又来了，是的，对吧？那当时他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没有，就是越来越黑，到后来了，就尤其是像北京国安他们赢了那两场球的时候，有了确实引来了很大的不满，因为那个裁判睁着眼来去胡吹，那最后人家老外就不干了嘛。但是呢，对于商业的炒作来讲很好，对吧？讲白了，像谁这个举办的这些东西呢，他就挣钱了，就像曾维他们肯定挣钱了，不挣钱他不可能干这么多届嘛。嗯，而且你也干不了，你不是曾维干，你谁能让央视转播，是吧？你没央视转播，你哪来的广告费，对吧？谁来跟你国家队踢啊？你吹牛逼，我们都是从各个地方，那足协不组织，国家队不那个，你怎么来去打这些比赛？他哪来的票房？那没有像曾维这种人，你们的这些孙子，你让海外你们这帮伪类的，你们举办个试试，是吧？你们也能，那有啥，对吧？邀请个这个外国球队，对吧？再弄一个中国队，对吧？大家踢一踢呗，对吧？我就问问你，你行吗？你怎么不去？你不是都市场化吗？你们这帮孙子，你们安保就弄死你，对吧？一个工体的安保就弄死你，一个票你都卖不出去几张，是吧？一个安保就弄死你，淘金他妈的，这个安保都不让你过啊！你们这帮孙子伪类，你知道吗？你们当时是吧？嗯。吴明山就干这个，朱家华，对吧？小亮他父亲都是干这些东西的，你们干个屁，这帮孙子，所以这帮伪类们，你都就拿他们当屁放就得了，对吧？就一群大便，就是粪坑，往里拽点粪给他们吃吃就得了，就属于这样啊。所以这个在这种假丑恶里面，每一个项目，每一个行业，每一次的这种
比赛都是一种他们去展现他们自己的假丑恶的地方。你们知道这那么中国举办女足世界杯，那魏少辉都在人家更衣室里，女足啊更衣室放窃听器都被人查出来，你想想共产党你们这帮孙子，哎，你说有多 low， 你不是你们想一想，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啊，这都这帮你看都这种人，他们都在行业里啊，都在那儿站着，他们能决定你的命运进不进国家队，你说这个中国哪样能好？你以为光足球吗？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不都是一样的，对吧？那个李永波你以为操蛋，换上来你以为张军就好了，对吧？哦，这个乒乓球走了个蔡振华，你以为刘国梁就好了？这帮孙子不都一样吗？对吧？只会更可恶更可恶，他们不去干这事他们能到那上吗？能坐在主席台上吗？对吧？是的是的，我看有好几位观众都有问啊，说那个北京国安在足协杯输给这个县级业余队的这个事，说想请郝总给讲。这是最近的时间。啊，第一啊，就是像杯赛这种顶级球队输给低级别球队很多，很正常，在国外无数啊，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法国、德国什么没问题。这个东西杯赛为什么创造杯赛？它就是给这种低级别草根球队创造这种机会。一个跟这些，人家已经说跟皇马哦，跟巴萨哦，跟曼联哦，这帮低级别都欢呼，恨不得抽到他们，对吧？被淘汰了都高兴，因为有这种机会跟最高水平的这种俱乐部去比赛对抗，人家是享受比赛过程。中共可不是啊，因为他没有这种体系，他们输的是真正输在了你的行业水平上，你的顶级联赛的水平太低了，他不是输在了爆冷上。你不要以为老外的第四、第五级别联赛水平低，你要知道这个，别人的水平不低。对，别人的第四、第五联赛的主场有，更衣室有，按摩室有，队医有，所有的比赛场的观众席什么的。我去到德国斯坦巴赫一个四级联赛的球队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就是共产党和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因为这是职业化，你在行行各行各业就会从足球一个缩影体现出来。那足球是怎么样的，他的国家、他的行业、他的其他的都会有一个参照。那么你像别人这种体系有了，别人就会有爆冷，他们的水平不低。我们不是，我们是底下的水平很低，上面的不高，他是这么一个爆冷，你根本没有区别。真正的话，中超的球队出来啪一看，那低级别这个球队跟他一看就是有差距，是吧？他爆冷就属于恨不得哎踢个门柱，完了场地很差。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些世界上很多啊，讲西甲呀、什么英超这些，慢慢的他们就有抱怨了，说我们这样的去到客场，尤其在西班牙，他们去到客场就像皇马、巴萨去到客场一个村里面，就像是来我们这村啊，就是我们这村米哈斯还说不定好的那个场地，比米哈斯更破的场地还有，是吧？又小，他们都不够那个110×70、100×60，不是一个完全标准的真的足球场，你懂吧？恨不得你像郝仁泽，他在这个格拉纳达 B 队都踢过，那他是第三级别联赛，他们去到一个村里的时候，一个队伍，他就踢过这些比赛。他说杯赛，他说他那个脚旗离得禁区恨不得就10米，是吧？你从这边底线一脚的射门，恨不得直接射门是对方就进了，那半场那个一过你都可以射门了，对吧？他是属于这么样一个爆冷，那么定位球是吧？忽然嘣给你砸进去一个，我靠，往后面一堆，神仙你也进不了，对吧？而且好多的轮换。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中国的这个不是，对吧？你像国安跟这个，你根本看不出，这边国安的队员
比对面那些业余的队员他高在哪，素质技术对吧，这个力量速度反应节奏没有一样，跟那些县里面的人家打工的一样是吧，刚放下快递就来踢了，那你说你这就不叫职业了是吧，对，这样的爆冷根本不值得有什么欣喜，共产党所有的那些都是假的，不是底下的水平高，是上面的水平差，造就了你的爆冷。你没有什么足协还挺高兴，你高兴他妈个屁，你们不知道啊，对啊，你们这么多年干了什么，上面有什么水平啊，对吧，你们扯淡，你就像你们所有足协的这些还去讲师，你想想你去培训的那些讲师们，那些最高的培养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你包括这个守门员，你像欧楚良在了那多久，欧楚良是一个失败的守门员，你看看他们进的那球全是他自己犯错误，你现在回头看他来教这些，再去培训其他的守门员教练员，完了他带守门员能行吗，对吗，他根本没法，你看一看他被进的那些球都是出击失误啊，不对呀、啊、对吧，完了自己本身身材那么哎，他比傅玉斌差远了对吧，那他为什么还能牢牢的一直混在足协这儿，就是这种体制不可能让你一个好的有个性的有能力的在这个地方啊，比他好的无数对吧，那些条件能力天赋包括江津什么这些比他好的无数太多了，他为什么牢牢的占据这个位置，这帮孙子他就是听话，就是跟这帮沆瀣一气跟这帮足协的这些人啊，他们最早就是什么在云南啊包括在什么申花呀、啊、包括这些东西他打不打假球，他们做不做球最早是吧，只是这帮孙子被漏网而已，可怕就在这儿，足协全是这些人对吧，你说从高洪波到贾秀全到李晓峰到李铁全都是送礼行贿阿谀奉承当奴才、哎、最后他们就占据这些位置，你想想这些领导们能好吗，管他们的人能好吗，一层一层的。是的是的，那时候94年吧95年，反正就是他在国家队当主力守门员的时候，他的所谓的那个经纪人就是马克坚的女儿嘛，那马佳后来就来跟井冈山结婚了，说马佳本来是去他一开始马佳是跟井冈山，后来准备去泡孙楠的没弄上，孙楠的弄上井冈山对吧，完了还给欧楚良做经纪人，你想一想，就像那你想想马克坚就在足协里面对吧，他本身马克坚就是守门员对吧，完了又是什么技术部的部长乱七八糟，就是选教练员这些包括施拉普纳都是马克坚带来的啊，你想想就这些人多大的利益冲突都在里面，哎这些人就能混到这，他们绝对你听不见啊，他们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所有的里面表态过什么这些对错呀，我一个行业呀我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这帮孙子全躲在后头对吧，哎你郝海东你们咱们所谓的我炮轰，我炮轰什么了，我讲了每一个事儿每一句话没那个有没有有理有据有时间有人物有地点，我说谎了吗，我假了吗，我这个造谣了吗，我胡说八道了吗，后来都每一个字每一个说的高洪波贾秀全李铁李晓鹏是吧，不我讲了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假的吗，那你这怎么叫炮轰呢，我陈述了事实也不行吗，我成炮轰了，你们反而坐在那儿啊，挺公正，你们怎么不讲讲这些呢，我是的是吧，这就是逻辑，那个你要提这儿就比较有意思，现在墙内不是那什么吗，东哥把你的名字给屏蔽了吗，前两天我自己用百度一搜我发现百度屏蔽的奥秘了，他不是说你墙你名字在墙内没了，他是你搜入关键字以后你会送他后台的服务器，这时候他有黑名单，他一看见你是郝海东他崩的他不给你搜索了，所以你没法选，但是你自己去查的话网上可以查出来，我就查出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个国家队历年的名单你的名字被换成了好大炮，从92年开始，全部变成好大炮了。不是有一我那天看见的人也是球迷发的，好像叫
他不叫他不姓好了，他姓贺，他姓贺了。等下我跟他说改，对，叫贺大炮，贺大炮更叫贺大炮。更厉害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92年参加亚洲杯时候，那个东哥你是当时参加斯拉普纳那届国家队的嘛？你们去亚洲杯时候，你是前锋，没有魏一鸣吧？没有魏一鸣吧？结果他那个名单上前锋写的是魏一鸣。把魏一鸣把你给代替了。我魏一鸣是什么人我们很清楚，魏一鸣当年在大连，他为什么东哥把你弄到大连，不就是魏一鸣进不了球吗？人说魏一鸣要是每年给他把一半的机会他能踢进去，他年年都是最佳射手在大连。魏一鸣踢的没问题啊，魏一鸣就是这个速度啊干什么的非常好，人也非常好什么的，只是他当时碰上了我啊高峰啊这些，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有实力有能力对吧。那就像你说的，当时大连买我过去，确实他就感觉魏一鸣把握机会没那么强，对吧？那肯定嘛，那在市场化的时候，那最后就是我能到了万达，我最后我就是主力。那么魏一鸣后来都，我就一直告诉他，包括教练啊徐根宝他们，我说你让他打个右后卫都好。他后来踢过一段右后卫，踢得非常好。像我们这批人里面。都讲实话，就是比较全面，后卫前面他都能打，因为从小打的底子好，坏就坏在这个体制里，我们从小的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你想想，我10岁就到八一队专业训练，对吧？而且当时的八一队没胡练，没让你天天跑圈啊什么的，跑马拉松啊，对吧？对吧？扯淡，对吧？都练了技术，而且我们的教练不光有。刘国江、李仲哲这些这个足球教练，还有孟宪武、尹怀荣这种科研教练，科研教练是啊，因为1316它不是一个队伍，它不是，它叫1316工程，工程，对对对，那是共产党就是干了一个工程，它是一种试验品，是吧？他从全国招这么点小孩，叫他们从小踢，看看能踢成什么样，有的，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每年要到国家体育总局那个科研所去，所有的脉搏、身高、体重、肺活量啊，包括反应啊。当时你想想，81、82年，当时前面放一灯一亮，你一跳，对吧？看你的反应，那我全队我最好，啊，那当时我才12岁，人家有的15、16，是，对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个工程，啊，他们是一个试验品，这点就是。很多人他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共产党这帮孙子就是这些伪类们也是啊，在体制里面他们也不知道，你就让他们改，你妈的能把一个人就弄没了换一个人，他就敢公然的，对吧？你这魏一鸣他没去这个92年进国家队，对，当时意思是什么？就是说92年你在对那个东哥，你在对阿联酋的3、4名决赛里进了一个球，对不对？对，没有写任何一场比赛没写谁进球，什么彭伟国进了卡塔尔2个，这个黎兵进了啥都没写。后来我是在哪找见了？我是在日本人的网站，日本人记载了，因为日本是92年亚洲杯冠军嘛，啊，每一场没有包括对中国队比赛，第三名写的清清楚楚，郝海东写着，就到这种程度，为了把你的名字去掉，把你人改了，谁比？因为他一旦写比分，他跳不过去了，这到底这总不可能魏一鸣跑去进个球吧？啊哈，所以这个共产党的恶。假共产党的 low， 共产党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公然的篡改历史。你看一看啊，就是说你们还相信他所有的什么抗战啊、抗日啊、什么内战啊，所有的他的历史，你们能相信他吗？是吧？我们国内的同胞们是吧？大家想一想，他连这个东西他都不敢面对历史，是吧？郝海东、叶钊颖曾经打过的比赛、曾经进过的球、曾经的履历，他都给你篡改了。你想一想，其他的这些。他们得多么多么的害怕，以及他们要去掩盖的一些事实，对吧？他们要这个是的，是吧？这是非常非常大家要通过这一点去这个反思跟清醒的认识。嗯，是我看观众说有句针针见血，然后还有观众说连郝总名字都不敢让出现，可见中共这帮孙子的玻璃心有多么脆弱。嗯，那我们。对，我们也是时间原因，我们让塔古咪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结束这场直播。那个最后一个问题，那个，东哥，要是冒犯你了，你可就别怪我了。还是跟那个以前你在八一队的比赛有关系。
1995年四川队和八一队，当时四川队因为要保卫成都，所以当时很多人说那场球是假球，因为那时候您还在八一队，对不 对？而且后边还有一个后续的故事，就是在过了几年后，八一队快降级的时候，彭小芳这个家伙不会踢球的一个彭小芳，一脚把八一队给抡进假币，然后第二年他去成都五牛跟八一队热身赛时候被八一队围殴，所以群殴，我彭小芳打了一顿，结果大家就说，如果95年那场比赛不是假球的话，为什么八一队降入假币以后要把人彭小芳打一顿呢？就这个问题，当时说您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说贾秀全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说哎，当当，你别给那个乱给海东传球啊，这家伙乱啪一下进去了。要是你传球，你要不那什么，看前面有人才给他传，四五个后卫，要不是说海东你别往前踢啊，你那个是刘斌不行啊，就两下就把他突破，李庆被你突破了，你就进球了。有人这么跟你说过？95年八一队和四川队这场球肯定是假球了。哇塞，肯定是假球，只是他们是这么一个程序。这场比赛已经我再告诉大家一遍，一开始所有踢的假球，包括就像江津齐红他们被抓起来的这些踢的假球，都是共产党自己打的假球啊，他在自己在反腐，在那，这是最操蛋的。为什么当时抓南勇的时候，足协的人就去到体育总局啊，这是朱和元说的啊，那个就是曾经的国家队领队啊什么，这对啊，你郝海东讲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每一个东西，我都告诉你人物、地点、姓名啊、时间啊，我告诉你，就像朱和元他们就会到体育总局说，我靠，你凭什么？你们为什么不保一保啊？南头他们当时，你为什么？就是南勇都给抓了，你们怎么了？体育总局，你们这个意思就是，哦，光我们足球管理中心有问题吗？那其他这些中心呢？啊，你们都要抓吗？你怎么不管管，保一保？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共产党他们自己内部，他们共产党要打假球。你比如说叫江津、齐红、申思他们打假球，是南勇拿着钱给了他们，让别人，对吧？那谁给的南勇的钱？是天津的什么副市长、副书记拿了钱给的南勇。八一队这场球一样，是总政，就是四川省政府找了总政，那总政找到李福胜他们，对吧？八一队当时什么副大队长、大队长啊，什么管足球的，完了找到队里，比如说跟贾秀全说，跟江津说，跟两个后卫说，比如说，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我，我只是在训练的时候训练完，弄完场地啊，什么热战什么，哎，四川队再来周六啊，对，那于东风见了我就一直在那儿跟我说，海东明天别早踢啊，别，哎，你真的你这是爆料了，因为他们生怕我进俩球，你懂吗？他说他一直在那儿，于东风一直在这个教着我说，这个怕那边都打好招呼，然后人家就放了球，就怕你咚咚咚进好几个，没错。没错，把他们给搅黄了。没错，就是这样。因为我从来不参与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于老，你们愿意踢，愿意，我说我没意见，对吧？你们往里使劲进，你们有本事踢，对吧？我说我是踢我的，我说我有什么踢不踢，什么好不好踢不了，我说我就这么踢。我每场比赛该怎么踢怎么踢，你们能赢你们的那你们的事儿，对吧？你就哎呀，海东你就别那个了，明天要注意点啊，明天注意点。但是那场球肯定是假球，江津被翟彪进的那个球，板零板的江津可以不让他进，那种头球我站在那儿随便把，而且我还告诉你，我把门比欧楚良肯定强点，如果我从小把。这我小时候，你们别以为我小时候把门的，我一去八一队打不上比赛，因为我是守门员，八一队只有一个守门员是江红，江津的哥哥，你们不是江津一直踢球，你们以为他干什么？他踢到这个三年以后吧，两三年以后，他一太高了，后来说你别踢了，你打门去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对吧？你们不。所有的这一切，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一些东西，就是给大家开智，让大家知道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也有今天要出来反共，是吧？就是你们听到的，你们看到的，你们所有知道逻辑里面，共产党给你们的灌输里面都是扯淡，
对吧？他没有任何的给你的一些真实，啊，你像这个，就像江津那个肯定是放的，那么这场球就是四川省找到了总政，完了总政通过这个李福胜啊、贾秀全啊找到队里面，这是肯定的，100%那场球是假球，而且我还告诉你，就是因为都是共产党他们之间打，慢慢的就弄成了大家。都来没有什么正义了，没有，后来就涉及到给钱了，对吧？这个这是一个，就那场所谓的成都保卫战，所谓他们的那是板零板，1/10000的是个假球啊。只是后来为什么最后说江津还能拿这个钱，最后那人就是从那开始，其实已经他受到了这种怎么讲呢，腐蚀的一波了，因为当时可能没什么钱，但是他受到，他最起码对吧，给了李福胜，给了这些人一个面子，完了，哎，我让了球了，你们四川得了啊，保了级了，我江津肯定也在别的方面受点益，但是没有像这个当时他拿200万这么受益，但是他肯定受点益，对吧？至于说怎么受益不知道，那就有了他后来又来踢假球，他们可以拿200万放弃了自己中超冠军的这种，对吧？一个时机，你想想，这都是人生走到每一步，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最后总有让你走不对的时候受到惩罚。那么96年一样，我们81队在昆明最后一场跟深圳平安，当时深圳平安必须赢才有可能保级。对，但是81队已经当时高原不败，我们当时96年，你想要甲 A，我们一个外援没有，81队，对吧？乖，排名第三。我们那场球输赢平都是第三，没有任何哪个无所谓，对吧？主场昆明，但是深圳平安当时的朱波还是他们的助理教练，当时就找到我，那是81队的，我们老队员什么，包括后来的。大连万达什么都跟贾秀全当助理教练什么，朱波当时已经在深圳当教练，助理教练。当时他就找到我，张海东，当拿50000块钱，你明天啊溜着点别踢了，对吧？对，我说朱波，我操，我说你还干这事儿？我说这你这，我说我踢我的球，你哪有钱啊？他没事，你拿着吧，我在深圳给你就是弄个卡，查不着。我说老朱，我说你别那玩意，你开玩笑，你像朱波这个。在我的心目当中，在我的，因为他比我大两波呢。我去80年81队的时候，他已经81队成国家队了，是吧？对于我来讲，这是老大哥，我都很尊重他。而且，对右边后卫那脚传中，而且踢的特别好，不错，就是水平，对吧？完了，你说他都能拿着，我说老朱，我说你拿走拿走，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我不能要这钱，对吧？而且我说，他说明天你别，你拿着查不着什么，我说扯淡。他说明天你别认识，我说你拿走吧，别认识。我说你哎，你们爱赢爱输，我说我不管，是吧？你有本事你赢我八一队，那我左右不了。但是你不让我踢，你让我不好好踢，让我拿这钱，我说不可能啊，对吧？你想96年，对吧？我一场白拿50000，对吧？也不缺什么，也不能也没人所谓，他说没人知道，没人认，因为已经是第三名了，已经那你随便你上去了，你不好好踢，对吧？你正常。你就完了呗，而且跟你也没啥关系，因为输不输是所谓的后防线的事儿，对吧？守门员、后卫什么所谓的这个，那我说不能要啊，什么什么，我肯定不能收啊。完了也正常踢。我靠，我们那个守门员那都是姚健啊，都啊，他们说了，他收了钱了，我操，还把人深圳平安个点球给扑出来，也不知道怎么了，他可能不想那个打，那这不。也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说怎么了？说他拿了钱，后来好像给要回去了。说你他妈收了钱来把我点球补了。说这，后来我们2-0，我进一个，对吧？那正常的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去面对这些，能去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你对一些金钱和底线你就有了。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吧？我说我赢球，你给我奖金。对吧？我在大连的时候，主教练兼队员，这帮孙子就是赌博集团，那就是对吧？来人谈判，那么拿3000万，说海东，咱们做2场球，不是3000万给我，是3000万，有时候放在这儿就可以做球了，
对吧？打出大球、小球，类似这个。哎，我说哥们儿，有这钱没问题。我说我赢球，你给我奖金，是吧？我说你别去搞这些，这你就很坦然吧，对吧？我牛逼，我赢球，对啊，我那你们发奖金，对啊，我赢。你们他妈整天我都拿这球贿赂我们，我在打假球输，对吧？给对方不进球，你们不让你好好踢。我说你们这帮妈扯淡，对吧？这人一些体现一些认知，哎，我最后经历了这些，啊，就像刚才那个说的似的，你四川这场球肯定是假球，跟1995年这场球，嗯。好，等叶女侠，那个文姐来我们的直播间里了，先让文姐开麦。我试一下，不知道音能不能出去啊？海东星叶姐姐，我先传达一下战友们对你们的问候。虽然你们很长时间没有出来做直播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们永远在我们的这个队伍中啊。没有没有，我们不都是已经什么闹翻了吗？是吧？对，那个视频我也看了。不要不要上了这艘什么七哥的这艘破船啊！这个大便，我操，胡说八道！这帮孙子伪类们都说我们什么又没钱了。又这个吃不了饭了，不不不、啊、又没有魔女要发钱，要不然郝海东不高兴了啊！伪类嘴里面就都是郝海东就是钱，对吧？伪类的。不过这个那个黄河变啊，他拍的那些他做的那些别的短视频啊，就不是骂我们的哈，还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还经常愿意去看一看。骂中共然后弄的那些东西还是很有趣的，我还今天还传到我们群里说让大家去学习的，要这样做视频哦。互相学习，互相学习。我认为你这纯属闲的，没事干。你呀、啊，就给他那个蹭流量，他你这种人，你妈就有战友也问我说郝总，那个这个大便什么说你这那什么，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说你这那，我说这帮孙子，你说这种人妈理他都给他脸，对吧？妈神经病，都属于这帮，不知道养着他没有饭吃，他们这种人真是流落街头，流浪街头，不给共产党是吧舔，他们真的没有饭吃，他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能弄点流量，哎，给他们点钱，如果他弄完他们说你看我把花龙叶招影都给弄了啊！你看，你们得给我点钱吧？他们全是这，说希望有共产党看上他们。没有，这次呢，他们肯定是有一个计划的，你知道吗？啊、弄一帮子是吧？对他有他们最近这几天啊，就是这些就是原先在咱们这个队伍里的这些人啊，都跑过来给我发信息，你知道吧？啊，对，有个叫什么施男淫女什么施男是，我说他妈的这什么他妈名字，我操你他妈！我这是七哥当时七哥给起的那个名字，他还流水，操！你说这孙子，你说就只能说男不男女不女呗。然后哎，然后这些大外宣们，这种大便们，然后也是在那儿哎。在外面三分也点火，什么说我们要这个要反的要反的这那的，对吧？然后这边嘛又这些在我们队伍里不是光一个，不是光好几个呢啊，都跑过来组团过来攻击你们啊，劝诱劝诱啊，对啊。而且这都好长时间了是吧？都我心里话，你们这帮孙子不这些孙子就是。他们的两句话，他想干嘛？我早就都知道了，他们想干嘛？我天，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我也闲的没事干，就跟他们聊一聊，大家逗闷子的。对，就拿他们当乐，就溜溜他们，对吧？就我们都属于闲的没事干的，永远出不来。完了，二十脚一过，你要算当，就属于这帮孙子就是这样，就你说他们连话都讲不清楚，对吧？一个一个的，一共都比连。都比脸都干净，你说就这帮孙子，你说他们讲的有一句你能信吗？对吧？不是，你想想，他们哪有过什么经历，挣过啥钱？他们整天钱，可不是吗？谁他妈越缺这越说呀，对吧？他们说的那些话全是一个空的，就是那个什么叫飘无虚什么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空洞乏味。他说了，你真正要说啥呢？要有什么实施的证据？有什么东西吗？他说不出来，根本就屁也没有。这帮孙子都是这样。你想，有个人就是什么
什么这个石那个石，我叫这孙子叫尿路结石，什么什么瓶啊，什么什么石瓶，他说我就说呀，有他妈尿路结石，我对吧？我呢为什么这么着急的上来呢？是广大的我们的战友啊，是一听着刚才Nancy说我们马上最后一个问题了，大家是不行，加时加时，不能让他们走，没事，还没有听到。对，我就说嘛，说这个就像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尿路结石，他也是。他最后能说什么？他说他知道这事儿，好几都乱说的。为什么呢？就是像我说邓亚萍什么怀孕、打胎啊，这些这帮，对，说说这帮运动员嘛睡觉啊什么这些，他说管理严格，他妈扯淡，好几都就胡说。我跟邓亚萍的爸爸的同事什么在一个厂里面，啊，他就胡说。你想一想，就是这些尿路结石们的这些大外圈这边孙子什么的这些人，你说哎。有一个说一个，你说，哎，他还有这样，你说说他是，你说你也不认识邓亚萍，你也没跟他在过国家队，你也不是队友，你妈，我好像都别着急，跟他们都他妈从小在一起，对吧？这一块儿的在国家队的，你说你是跟他爸爸的同事的什么你认识？你说你这个孙子就能说我讲的对和错？你哎，你想一想，这些人都啥他妈的脑回路？什么智商？哎，你说共产党就养了一帮子这个，我要是共产党，我是把这帮孙子全都给拉出去，别妈把屁股撅起来，对吧？别把他们斩了，对吧？让他们妈把屁股撅着洗干净了，咱们让他们尝尝，对吧？滋味，这帮孙子，我操！还有那个什么几号，这大便什么一号、二号，我就说了，上大号的人嘴都是这个屎盆子这种孙子。你说他还去评论郝仁泽，你说郝仁泽的英语你呀一句都听不懂，你怎么知道他讲了什么，对吧？你他妈跟陆大老爷一样，都拿他们这个翻译器，对吧？谷歌也就翻译的百度。你说你这个孙子，你说你讲郝仁泽说了什么？他把郝仁泽全程全是英语，你也怎么听懂呢？他说了什么？你知道个屁！你拿翻译器翻译完，你就评论。你们这帮孙子，对吧？到时候郝仁泽再讲西班牙语，你这帮孙子不好找这个翻译器，你都他妈的听不明白了，对吧？而且郝仁泽讲了还安达卢西亚口音。所谓村里面点儿的讲的比较快的，所谓阿尔巴塞特的，是吧？你们这帮孙子还他妈的翻一个屁！所以说，就是真的魔女，你我就告诉你，共产党体制里面你是知道对吧？他们没见过，没吃过，真的，我就说嘛，见过嘛，见过门的，就是这种梗，就是这样。这帮孙子是吧，都不知道啊，建国门啊，他们真的没有见过魔女，对吧？他们知道个屁，还他妈这个和牛呢，他们知道个屁，就知道神户，对吧？共产党这些，对吧？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松柏啊，喝酒就是知道拉菲，对吧？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拉图马格，什么这个诺曼底康帝，什么。牧童，他们知道个屁！喝点清酒，我对吧？那我们弄一瓶塔吉的那个，对吧？那这个日本最牛逼的塔吉的最高档的一个，是吧？那些人他知道个屁！他还以为那一顿饭300，那他们一瓶酒都不止300，对吧？还甭说十四代了，这些他们知道个屁！他们见过吗？对吧？魔女就像这些东西，这帮孙子他没有经历过，没吃过，没看过，没见过。哎，但是他来评论你，哎，黄晓东叶饶颖怎么着了？哎，黄晓东叶饶颖应该怎么着了？啊，他们的孩子怎么着了？他们都不知道未来，是吧？我们的人生有多么多么的自由，对吧？有尊严，有这样活着有多么的愉快，他们懂不了啊，因为他们知道所谓钱，因为共产党给他们点狗粮的时候，他们就因为这个，他们挣不着啊，他们从来也没挣着过钱，他们从来也没有在殿堂上过，他们永远在人家的脚底下。就像我们如果现在在国内的话，就像这帮孙子有一个算一个，见了我们是不是都在跪下？你见都见不着我们，对吧？我们他妈就给你放个屁，你都算你闻着，叫你闻着了，你都算你，对吧？算你解释烧了高香了，你们八辈子，是吧？主人让冒青烟，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帮孙子还舔着脸，还搁那。还嘚不嘚不嘚，好的魔女。哎呀，那个海东兄是太生动了，这个表情啊，这个语言呀、啊，就是我觉得你那个不踢足球，你干什么都能养活你自己，而且能活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对呀，魔女，这帮孙子他都不知道，你像我们10岁一个人在外头，对吧？就跟七哥一样，我们都是在社会上什么摸爬滚打，社会这个铁拳弄出来的。对吧？你这帮孙子，你说你们会干啥？
你们能干啥？打架你们打不过我，类似对吧？耍流氓对吧？泡女孩你们也不是你说他们干什么行对吧？这做生意所谓认识大官对吧？踢球身体对吧？你说你随便你说玩什么吧，我还甭说这我就我现在随便你们是吧？什么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足球，这别甭提足球、网球什么，你拿上来我都打。就像你说的魔女，这个你说打什么这个网球什么都没问题，高尔夫我都没打过没练没问题。我从来也不练，上去哎，我这不是吹牛逼吧？前三五个月我一次就是直接下场地，完了抓了个小鸟吧，这不是这有录像，魔女这不是吹牛逼吧？你小叶在这儿，去年了，你听听，你说你们这帮孙子这帮伪类，我就给你拿个高尔夫杆，我让你把球打着，我给你10次机会，你们这帮孙子能不能打着？啊，对吧，魔女？这帮孙子是吧？我话也都上去，梆梆两下，说我拿一小鸟，你这不用吹牛逼是吧？我不如这个小叶他们打得更流畅更好，因为他小时候他20多岁退役的时候他弄过一段时间，对吧？我没有，我拿起来也不练。就上去就这个打了，对吧？而且我打什么也都一样嘛，因为我现在这种年龄我就不愿意练了嘛，练了这基本功太枯燥，我上去都打比赛啊，包括网球，包括这个什么body，我上来就打比赛。这个我绝对信，绝对信，因为你看看那个片头，哇，我是又一次的那欣赏到你们的风采啊，真是那个年轻的时候，我是真是不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啊，我一看好帅呀、啊，这也太帅了吧！看那个片头，真的是啊，让我们魔女又是觉得这就像那些孙子哎，就像这些伪类，包括这些做生意的什么，还拿钱砸人家女孩，对吧？就像那个郑英念、小燕儿什么徐明，那真是拿钱砸，对吧？他就整天你妈拿钱去那个，这小燕儿那个，这真是那追着腚上。对吧？随便，对吧？他一个电话，你叫他干什么，他都干，对吧？为什么？你作为男人，你得自己作为在社会上你得立足，你得有一技之长。我会剪头发，我会炒菜，对吧？我会这个干个东西，对吧？你得有一技之长，你别跟共产党似的，别跟这帮孙子什么什么王健林、徐明、许家印会干个屁。徐明就是一个挖土石方的，对吧？他就是在瓦房店，人家妈农民完了进大连，对吧？挖土石方，对啊，你说他能干啥？他会干啥？对啊，但是这些人被中共的这些所谓的老百姓，像马云这些，都奉为什么马爸爸了？是不是？你说是可怜就在这儿，没有一技之长，你说他们会干什么？对吧？到运动场上、足球场上，对吧？哪个能力上？你包括你说他们讲点什么？看书他们看吗？就这帮伪类所谓的球员，没文化，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们这帮孙子看书吗？对啊，你们连个正常的逻辑你们都不清楚，对吧？我看读者，后来叫读者文摘、读者、啄木鸟，对吧？我还看青年文摘、卡耐基，是吧？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酱缸文化，丑陋的中国人，你们看嘛，对吧？我们的80年代，对吧？黄定宇的明万历15年，你们这帮孙子，你他们知道弄个成语都不了，他们唾面自干嘛，那懂个屁，对吧？他们知道个屁，唾面自干，我退他们一点唾，一点痰，我从身体的体能 到智能各方面，是吧？啊，真的是没法。你从体力、智力、能力，你们这帮孙子哪个行？是的，是吧？嗯，真的是，真的是的，到品位啊，你看各方面啊，你都觉得是很低、很低俗的一群人啊。不管他们手兜里有多少钱，这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的。对啊，就像七哥说的，咱们创造这个季帆神，对吧？前两天儿子过来，我们聊天完了就讲季帆神啊，讲这些，最后聊到我说我当时最早我开始买衣服啊什么的，不是这些什么 LV 啊什么的，爱马仕啊，我说我们最早就开始就是哎有 CH 西班牙的这个，完了后来这个有杰尼亚，包括我说1881，包括巴黎世家，哇，好人他说哇你这，我说我九几年就开始，对啊。
就买这些。他说我你还知道啊，巴黎世家你还都能那个什么，你可以啊，你不是那种老潮了，不是潮男、啊，不是像陆大脑片这帮孙子，隋耀炎这帮孙子就去这个大红门，我的洞批去弄两件，我的对吧？所以人生就是这样，你得走过、见过、吃过，真正的上球场上、上这个社会上，对吧？去历练过。你世界杯你再去，你都没去过，对吧？大满贯那个赛场上你都没站上去过，你告诉纳达尔、费德勒、德约应该这么打，又该那个打球，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你说共产党这帮孙子不都是这样吗？是吧？你听那帮解说，对吧？这帮一群你妈王八蛋的，就是误导了观众、洗脑的这些老百姓们啊。是，还好，这有我们的平台。哎，叶姐姐是去换衣服了吗？塔科米，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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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科米请，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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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来，行，咱们聊会儿，完了一会儿。东哥讲的太好了，手机没电了。那个呀，确实作为一个球迷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从我是从大概1989年开始，就包括我们国家队开始看球，一直看到今天。当时的日本队，因为我在日本，我后来是看日本。当时日本队你看很差，特别88年那支日本队输得很惨，导致到什么程度？就是高分温这支国家队后来大部分人到日本踢球了，他们职业联赛，然后一直到人家93对，那个高升儿子现在在日本呢。高升的儿子高宏宇是库塔卡希罗是现在原来日本国家青年队的，现在在新泻。那个93年季联赛结，92年就拿亚洲冠军，93年季联赛开始，你看这一路上这就是两个曲线，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到了今天，日本参加世界杯，今年参加世界杯那个主教练东哥跟你踢过球的较量过的人，森保一，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那个1995年，戴纳斯杯在香港举行的时候，你俩在场上比赛，我那个比赛我整整看了一遍，你俩对抗我画面我都挑出来了。他们已经现在日本国家队今年23个人里面，有6个人是国内，其余都是在国外效力，而且这六个人里边有2个人是以前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这么这30年中间，你看差距拉了有多大。现在日本人讨论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大家天天骂森保一呢，说森保一你没法把这个国家队带进世界8强，就这样子骂在骂。那我们在是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真的就是92年那个戴纳斯杯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队虽然输给了日本队，但是你从场上看一点不吃亏，包括我们的队员这个谢玉新啊、蔡胜啊、黎兵对吧，日本人那个解说里边说的很清楚的，就是这个郝海东啊，这个人很厉害，大家都注意了，这家伙速度很快，而且身体比较好，弹跳力强，就每场比赛都能弹到你。包括96年亚洲杯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说96年亚洲杯那时候你们没参加吧，对吧？哎，今天郝海东没上来，日本人说哎，今天郝海东没上来，那没参加。但是日本人是很了解你的，每一次这个比赛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你，只要是国家队所以你在场上的话一定是会提到你的。就这么30年了，这个差距拉的。对，没办法，这是中共的体制。这个日本的这个他们职业体系跟中国是不是也差不多？不是一块儿，就是开始他们是93，我们是94。对啊，对，一样成长起来。对啊，所以你就看经过了这么多，你看日本现在的在国外踢球的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有多少个？50几个吧。你看看，而且都是在就顶级联赛里面的啊，就各国的顶级联赛里面。你再看看咱们的这个，同样都是这么几十年一起起步的。你说这个，如果咱们就从本质上体这个没有差别的话，你说东亚人嘛，对呀、啊，对吧、啊？你说人种问题吗？扯淡。对呀、啊，这个就是非常关键，大家要清楚啊。最后的就是为什么说咱们要讲出逻辑来给大家、给老百姓开智，就在这儿。就是说这种社会制度体系，日本人就成了世界进不了前八都被骂。中共的体系，曾经的我们可以跟别人抗衡，对吧？大家已经没有质量区别，到今天你连人家人影都看不见，人家在国外这么多顶级联赛踢球的运动员。可怕的就是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共产党会说，哦，你不是没有运动员在国外踢球吗？ OK， 他又弄一帮子人，所谓的留学生，所谓的哎，他给你弄出来，懂吗？他给你弄一帮子一块，就像健力宝似的，哎，弄一帮人在这踢完了，看看，哎，你看不都出国了吗？从原先到匈牙利开始，对吧？对对对对对，这些啊，他的共产党就会干这个，都是以行政命令国家模式来去控制你。
最后了，哎，去看看，哎，能不能有人你踢不好就是你的问题。它本质上不一样，足球是个社会化程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它根本跟你的最后的这些你想的那些招，什么 U23 什么身体素质人种跟没有任何关系，它需要大面积的这种群众基础，哎，来涌现出一些人组成好的国家队，它需要它的这种社会制度、社会保障、社会体系，它不是一个单项，是吧？像他们一个单项，那么这出来一个你就可以了，这个不行，你光十一个人都不行，因为你要有100个、1000个、10000个、100000个人，因为他天天有比赛，天天有不确定因素，对吧？天天有这么多俱乐部、这么大场地、这么多，你光弄个10个、8个队都不行。何况中共这种体制里面啊，他每一样都是错的。在国外的这种社会制度里面、意识形态里面、体制里面、体系里面，就会涌现出来很多的人才，哎，组成一个队。但是这样的话都竞争很激烈，都很难说你光有一个梅西旁边那些人不行，没用。你一样阿根廷从来没得过冠军嘛，对吧？得了一次世界杯亚军，就上一届那是梅西踢的最好的一次成绩，那梅西已经继马拉多纳之后最好的足球运动员， 对吧？那他没有旁边的队友的帮助，不是顶级一样，他狗屁，他也进不了那么多球，他也一样跑不动，一样被你共产党说没体力、个子矮、人种不行，对吧？都是一堆的缺点。这个就是本质的区别，就是你别看日本到了现在了，他们的人所有的这些没有一个说可以跟我们当时这种天赋像范志毅、像高峰这样，对吧？我们能去比的没有一个，到现在为止，那他们都已经年年进世界杯，经常小组出现进16强，是吧？那人家50年以后，人家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啊！当然很难很难，但是毕竟别人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真正有天赋的人赶上最好的一波，你想拿世界杯冠军，足球这个太难太难，真的太难。因为全世界到今天拿过世界杯冠军的就这7、8支球队，对，是的，那是在上一届以后才突破的，一支就是7支，对吧？什么意大利、阿根廷、巴西、什么德国，就这几个，对，德国，对吧？没几个，你要知道这个有多难，真正的职业化、社会基础，对吧？是他们太多的因素，所以这一切就是告诉你，你共产党这种专制集权的这种恐怖组织，那你没法能让老百姓、让运动员来去受益啊。好的，美女。是的，我看有观众那个叶女侠的粉丝啊，想问您记不记得日本的选手叫米仓加奈子的？啊，当然记得了。他想让您简单的聊一聊，然后他说他想想办法传递给。传递啥？什么东西？他传递给米仓加奈子。哦，说你跟他都有不需要传递啊，我就跟他有联系啊，我不知道他想要传递什么。哇哇哇哦！真的很厉害。对啊，你们可以，你看，你们可以去采访他呀。你想采访吗？那你来介绍啊！你看海东兄，你我们那个塔科米是你真正的粉丝吧？哎呀。他高米，他激动了好几天了。对对，没错，他这个本身陕西安嘛，球迷都非常非常，他这种年龄啊，包括当时的甲 A 啊，在西安的这种这个我们八一队的主场啊，那确实非常非常的狂热。当时就是后来了，就是甲 A， 我们万达去那训练，他们都卖票，你没听过吧？是的，是啊，5块钱一张票，好几千人啊，我们训练。塔科米，你有没有去看过？你想想，训练有没有买过票？我们那转过天来，我那真是一票难。我们家在体育场那边是认识人的，不用买票。啊，可以，你是白看了你塔科米，不行，你得补上，你以后你得补上。那个海东兄，那个叶姐姐，塔科米呢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 IT 工程师，在我们这边呢也是主力。今后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呢来到日本的话，我一定让他请你们。好的，没问题，太高兴了。我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对日本大大小小地方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可以给你们讲一讲。太好了，
我是第一次出国，16岁，86年，86年国家少年队，当时我们2-1赢的日本国家少年队，我进了一个。当时我们还可以赢日本国家少年队啊，当时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人改了2岁的啊，但是当时还能赢。你现在再改2岁你也赢不了。我们86年国家少年队去日本，我第一次出国，那当时去了日本很多城市啊，东京、大阪、神户、广岛、埼玉、京都，哇，这个确实对日本也留下很好的印象，就是这种干净啊，很有纪律性啊。但是最逗的就是我们一个这个球员，你想想当时看黄色录像，日本当时都有嘛，完了一进去都有那个黄色录像的地方有个台，但是你要付钱啊，1000块钱。当时小孩哪有钱，不能就那么点钱，一共换50美金发30，我的那舍不得看这个黄色录像，我的大家最后你说说，哎，中国人多有本事。我们对就八一队的我们一个那个于杰，我的他怎么能过两天啊，过两天搞，哎，他说你把后面那个他有2根线，完了拔下来一根给削一削，那把这根拔拧在一块插到一个地方，哇，不用投钱啊，直接就能看，我靠，这下我靠全队可来了劲儿，大家都拧完完了插上就不用付钱了，都可以看。但是呢，当时教练员都查房，你知道吗？他们晚上把特色特色钥匙都拿走，完了到时候11点了，或者10点半了，我们10点休息啊。比如他11点啊，10点就来查房，他打开门。但是呢，他一般钥匙一捅啊，都有响声，那肯定就啪就给关了。结果呢，这个雄伟这个就这房间他妈太入迷了，肯定这是没听见这门钥匙响，我关晚了，等他关的时候他已经推门了，那看见他闪了吗，一闪，嘿，那教练我们八一队的啊，李周哲朝鲜族教练，哎呦李周哲啊，暴脾气啊，那哎你们看录像了没，看没看，一打开，嘿，你们这是什么，没看了，没看，他就这样的，什么就这样，我们那屋都看不了，你这玩得的呀，我那他将那朝鲜族不管，上去咣咣两拳，我的给那小鼻梁骨给打骨折了，我流了一身的血，我的你说说，哎，看个毛片最后就鼻梁骨折，我的最后拿着衣服，我的去国家体育总局去告李周哲、李指导，我说你看我那他打我都那这些血都，当时都传的太逗了，说你看兄弟。哇塞，我们容易吗？妈，看个毛片儿，我就都给打骨折了，都冒着给打骨折的危险。你说，哎，这就是共产党，人一点儿的这种这个法治，一点儿的自由，一点儿的尊重尊严都没有，对吧？你可以说真正的给他性教育，是吧？但是这些东西，人家过了多少岁，是吧？可以看的东西，你不应该他妈人为的去强制的告人。我们都有分辨能力嘛，慢慢的人，你越是这样去。是吧，粗暴的管理，所谓的为你好，最后你什么也得不来，而且自己本身内心的身心都受到伤害，对吧，把它弄成了一个肮脏的神秘的好像什么玩意儿一样，对吧，最后还引了，我靠，鼻梁骨都打折了，你说这都是真实的发生的，说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消灭，要不真的这种社会里这种他们独裁底下人一点儿的活着的意义都没有了，对吧，连这点你都需要被他管着，你说你这人生老病死，人一共就俩生死关系嘛，钱的关系，性的关系，是吧，父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是吧，这玩意儿你都不让人这个了，你说你还让我干嘛，对吧，所谓还有流氓罪，对吧，最早我们严打嘛，对吧，谈个恋爱你妈最后给枪毙了，是吧，你这操蛋了，当时就现在一样，你还以为，对吧，前两天不就是有爆出来那个女孩因为什么这个戴口罩没戴什么被反绑跪在地下，是吧，这太多了，一个共产党随便一个派出所所长枪把人就打死了，这你这些老百姓慌了，你以为是今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天，他天天可以这样啊，只是这些老百姓们被奴役到今天，就是没到我身上我就不叫，就跟猪一样，是吧，差不多，哎，伤害到我了不给吃了我就叫两声，别人怎么样不管，哎，等我有吃的了别人爱死爱活啊，这就是我们最可怕的，
好的。叶姐姐，海东兄，今天呢，我一定要跟你们预约下一集啊，有我们的南希和我们的塔克明，可能还有别的我们的那个你们的粉丝啊，那个加入进来啊，请你们下回一定来哦，我们预约下一集。再说，魔女这东西我不敢保证啊，因为这样我们天天有时候有事儿啊，有训练啊什么的，因为我现在开始我们一直训练这个 body 啊什么的，都很认真的，我们干事儿要不干，我干我肯定。那我们就去那个伟雷的底下留言，赶快，都又有危险了，赶快做节目。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一会儿又说浩海东又那个闹翻了，又这个砸爆料革命了，又那他们把真的共产党这些，包括我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为了钱，是吧？可以为了利益出卖他的良心、良知、善良，所有的他的信仰，他们认为可以啊，你只要拿钱买就可以了。他们真的不知道。有些事儿你拿钱买不来，是吧？你说我们灭共，我们那，你拿钱能衡量吗？你们扯淡吗？我们能拿钱？我们要是为了赚钱，对吧？我们不需要干这事儿，我们有病啊！你们这帮孙子他妈脑子逻辑有点脑子，我操！你们这帮孙子老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们这帮孙子四肢不发达头脑还简单，是吧？你们想一想，怎么可能我们他妈的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去换点钱？你们这帮有病！我们失去了多少的东西？我们的父母亲、孩子，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些，你拿多少钱？你拿多少钱算？真的有法衡量吗？你这帮孙子他妈不想一想哦！我们这个在那个告诉又，没有这边这个爆料革命什么是错的，是那个的，我们反共反错了，是吧？你妈的，你不有病吗？对吧？你共产党哪一点做出来了，让我们感觉到哦？你在那做对了，是吧？你没把人绑在那儿，是吧？你没草菅了人命，你让我所有的经历里面感觉哦，你共产党还是尊重事实的，让人们有自由发声的渠道的，有那么尊严的，有保障的，对吧？什么也没有啊，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吗？你他妈扯淡吗？你哪一点你让我们能感受到，你自己你让我们感觉你可以。让我们认可，对吧？这本质的东西啊，好的，对，是的，是的，太谢谢郝董和叶女侠了。我看有战友说，郝董、叶女侠对共产党的伤害比核弹还猛，然后还有我们群里的，对群里的战友也是说，东哥一张嘴就是一条汉子，走到哪里都是顶天立地的主。谢谢战友们，好，今天东哥创作名言了，那个。四肢不发达，头脑还简单，是马上就搜不出来了。是，有观众已经开始想下一期的主题了，说下一期还有。对，下一期我们要让叶姐姐多说一点。东哥在的话，叶姐姐总是表现不出来，我觉得。没有没有，请担心，请担心，挺好挺好，感谢。我们这个一家就一个这个主发言就可以了。两个人都发言了就不好了，这个容易比较容易乱了。主要他最后那个等下了节目以后会经常要批评我了，对吧？他没说爽啊，没说痛快啊，没那个，或者有人他就开始了借机，对吧？女孩子嘛，女人嘛，就有时候，对吧？他在这个地方受了东西了，他不在这地方说，他别的地方找锅碗瓢盆的毛病，对吧？他到时候发脾气，我靠，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儿还想不想吃饭？对。不给你做好吃的了啊，小心哦！下一集我们可能讲爱情啊，所以叶姐姐要煮啊，煮场哦。啊，请担心，请担心，都是好吃的。我们愿意听啊，我们愿意听你们俩是怎么结缘的啊，这些我们都愿意听哦。对，好的，叶姐姐，今天。嗯，一听今天是那个粉丝的见面会，然后就抽百忙之中就抽时间来和粉丝们见面了，重本，谢谢郝董叶女侠啊，那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银河系的特别节目里来，也感谢所有的观众对郝董叶女侠的支持的留言、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啊，那我们谢谢。我们节目最后请郝董，因为郝董是第一次来我们银河系嘛，请郝董跟我一起做一下银河系的手势吧。叶女侠应该已经会了。哇，这个经典，请哇，可以哦，你还好吗？可以哦。是 ，OK。那我们
我们最后一起说一下 take down 的 CCP 吧。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Take down the CCP. 太棒了，谢谢大家。那我们谢谢战友们，谢谢南贼，谢谢东云，谢谢，再见再见，感谢感谢，谢谢东哥，谢谢宁姐。再见，感谢东哥，感谢叶姐姐。那个关于爱情的，我是刚才在开玩笑啊，不会让你们说